咱大家伫这个兴安的这个咱的南部的活动啦吼。另外，今仔好一个贵宾啦，啊，伊交代讲到无爱出来，就讲伊歹势安尼吼。不过，伊又来甲咱讲过咱大家心情的道理。因为这个，咱阿弟也是在住在这个水师的台上，伊用个人的能力吼。赢看赢到一个外交部做得出来的工作，所以伊的册出来的时阵，一时间我就作用真大。两句话不多说了，好，好、哦，不多说了。来来来，小姐，小姐，小姐，今仔日我有这个缘来参加咱这个今日时代播的这个活动。接大家交代个亲，对我这样亲切。不过当时就你在帮忙嘛，对我亲切。这个电话，他大家，咱了拢在追求那个自由民主结果，啊，对不对？这真侪人我拢珍惜。我厝内嘛是个高兴，这拢是这。但是我的看法，我的感觉，我的坚信、坚信啊，中国就对。差不多空三空的时阵，大家放弃啦。我按你讲的原因是，哪有一个天下一个国家，无咧讲信用，无咧讲人权，无咧讲正义，无咧讲，无咧尊重普世的价值，这人家岂不正？吼，这习近平变来以后，这款的国家要有办法存在，要办法清清楚，还是什么世界？这是什么地球？所以一直的说时间差，绝对做不对。啊，我甲大家报告，这是我今天一直在讲的。我1998年写一本书，叫做《和平》，七雄论，就希望中国会咧主动变成七帝，也就是要以定为七块论。我第一，伊是我第一个作家。这是25以下七百论，我就看出来。啊，这我唔是恁做王的发现，我唔知中国恁这25年来奈愈来愈夹一条。所以咱建国已经当年，但是咱国唔是讲一般落咱就变起，咱若无大家来追求咱这个，咱的是就讲这个叫什么？理想才是 spirit， 就是 spirit， 也就是提高了，还是在信念的提高，就是咱大家在努力，也要求咱，看人家咱愈来愈水准愈稳，画法愈来，啊，唔通安尼，安尼人讲唔对，咱就来尿尿叫，啊，抓落去，那新的人起来叫，慢慢做个坚定，不要是咱是亲切，哦。今仔日来咯，卖个电影做，就是看的，喏。这就是咱姓名的提高啦，不是讲咧假货，什么？这当然咱在讲，这款的提高刷落去，咱在拿啊，希望这提高以外，这外省也好，还是什么新住民，还是咱本身也好，这个台南的灵魂，跟你卖落去。台湾魂呐、啊，那无这群建国，啊，那无这群，这是外头的，啊，我很多当时用美甲乌龙去看，哎，咱人哦，到底年龄比就较高，哦，啊，我底下做了真多代志啦，啊，我了，只讲其中一项代志，那看见我一分子不叫地干的人就知，所以。就是咱的拉法叶的案件，啊，就是我去拍，啊拍赢，只能退到这。
我就讲，即我是功劳第二，第一也是法门无一定，你也感觉看。啊，奇怪，天龙国内面我几个几个天才，啊不办，不要不办，啊我功劳第二，啊就甲因平人话不来，你就知影，因遐个话我大概拢会晓讲，所以伊也甲因拍架，啊做人嘛注意注意啦，啊所以。这样阿爸你们不能忘记哈。先恭喜大家，恭喜大家，恭喜大家，恭喜大家！阿爸，爸爸，爸爸，恭喜！好，谢谢。你的麦克风。你请大师发一个话，发一个声。请大师发一个话。为咱台湾发一个话。我今日这个隐形眼来，哦，敲这个钟，阿我发一个我心内的愿。代表我嘛，希望能代表大家来发这个愿，就是讲，早早愈早愈好。希望在咱一代，能够看到台湾人，能够动动静静在世界上行来行去，乐乐熟，来 UN 乐乐熟，来 UN 所有关的国际组织拢来乐乐熟，卖方安尼动。看未起，等等。希望咱台湾人的水准愈来愈高，相亲相爱。希望咱台湾的自由民主、人权等等愈来越赞。上重要，咱早早愈早愈好，变一个独立、民主、自由的国家。有提到这个国家，我头头讲的迄几个愿望，就办得到。这是我今晚小小的愿望，多谢。我们的气，两支啊，他们配茶，哎，再帮我们配上，来来来。